我的个妈呀，屋外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啊，我去，这怎么办呢？一直在滴雨，现在都湿完了，我的妈呀。每天早上起来，这个天气啊还是挺不错的，阳光明媚。那我昨天晚上睡的时候是搭了这个防雨布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漏水啊，看一下，哦，里面还是有水渍。然后因为之前剪铁嘛，把这个表面上这个防水布给磨坏了，所以水啊就顺着它流了下去。今天要修修这个车了，他们都还在睡觉，我起来嘞，把太阳能板是拿出来充电。昨天淋了雨啊，但是还好没有事情，还是能正常的充电啊。125瓦，现在阳光挺足的。现在大家都起来了，然后嘞，太阳也没了。天哪，这边有一个小货车，荷兰的，因为口罩原因进不去格尔木，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在外面扎营，所以说最近连续有2天跟着我们的，然后他们是自己有做饭的哈。唉，早上六平安。哎呦我去，一脚就把鸡蛋踹了。我没看到，我去找刀去了，一脚把鸡蛋给踹了。哎呦我去，还没煮开嘞，还好没睡。小心野外有狼。啊，你就是那匹狼。对，我就是。好好的煮几个鸡蛋，都睡了。我那边是在压南瓜，南瓜粥。安然在做一个凉拌菜，哎，我的鸡蛋煮的稀碎啊。好家伙，这人多啊，炒菜都是用大锅炒的，一大盆，然后还放了一盆凉菜。这是我们的早午饭，早上燕姐熬的粥，都快熬成干饭了，南瓜粥。然后我单独做了个小米粥，这是我跟美丽的，炒了一个青菜、蔬菜，然后鸡蛋，然后就是这个。好，开动了，兄弟们！早上燕姐煮的米饭有点多了，我做的这个也有点多了，但是咱们大白菜哈，维生素吃完了。我去，老蓝在唱歌，美丽在伴舞。千千万，我是最疼你的人。千千万，我是最疼你的人。我感觉你不用哭了，你现在就是跟我这么跳，你就能减肥了。好家伙，吃完饭，这把我草戏班子搭起来了啊！老狼要开始表演才艺了。接下来是美丽 show time。现在开始做第三道广播体操。你是膝盖疼还是腿疼？要唱歌了，现在美丽唱歌了。有意境的，你这跟放屁一样的。
拜个年，哎，去，平安，你跟平安报舞吧。怎么跳个舞哈？男孩，我的狗啊！笑语的歌声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今天呢不让平安走路了啊，搁在阿然的车上，尾巴掉出来了，你能 hold 住他吗？可以。平安坐下。嗯，小心点啊，开慢点啊。好的。啊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今天晚上有贵客到，搞了一只鸡一只鸭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两只鸡一只鸭了哈，出发。